响了，高佳怎么还没来上课？周小璐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来上课吗？我不知道。有同学知道吗？徐诚实，放学以后你去高佳家看一看，看看他为什么没来上课，好吗？老师，明天我能让周小航和我一块儿去吗？可以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我们脚都不用治。哎，你们猜，高天今天为什么旷课？晚上通宵玩游戏，起晚了呗。也许他生病了。根据我的分析，他家里肯定有什么事。小航，你猜呢？明天早上我就给你们答案。不用等到明天早上，今天下午就知道谜底了。哎，你快上去看看呀！六楼呢，要去你去。哎，来找高天可是慕容老师交给你的任务，和我无关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我差点把他们家门敲破，有人听见吗？那比方说高天在睡觉呢，或者他以为是别人家门在响呢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哎，你快上去看看吧，要是他不在家我们就走，省得在这儿瞎待着。咱们俩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上去。行，石头剪子布，你输了上去吧。要三局定胜负。行，你喊石头剪刀布。2-0了。不行，这次我出慢了，再来。哇，这也算零？再来再来。小朋友，你们是找同学了吧？奶奶，我们找高天。找高天啊？他没准今天就不回来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们可别乱说啊。放心吧奶奶，我们不说。他爸爸呀，昨天晚上跟人打架，
住医院了，高天呢在医院陪他爸爸呢。啊，打架了？他爸爸为什么打架呀？就他爸爸那号人呐，还能有什么呀？肯定没什么好事儿。哦啊，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记住啊，千万可别乱说啊。哦哦，好好好。小航，今天你去高天家有什么收获？他爸爸住院了。嗯，谁住院了？哦，我们班同学高天他爸爸生病了，严重吗？我哪知道呀，今天我压根都没见到人。这件事还是听一个奶奶说的。哎，小航啊，你说的这个高天是不是你们班最爱打架的那个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爸爸整天喝酒、吸烟、打牌。哎，他爸爸住院肯定跟喝酒有关系。你别瞎猜，人家爸爸为什么住院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关心同学。许诚实，昨天你看见高天了吗？没有，不过高天旷课的原因我们已经查清楚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爸爸跟人打架住院了，他在医院当陪护。他爸爸跟人打架，为什么呢？听他们邻居老奶奶说，就他那号人还能为什么？肯定没好事儿。好，徐正石，老师知道了，你先坐下吧啊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一课。徐正石，今天在课堂上你怎么什么都说呀？对老师要诚实。道听途说的事儿，还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你这么一说，对高天的影响多不好啊！我只是把老奶奶的话重新粘贴一遍，属于转载，并不代表我的观点。你说高天他爸爸的坏话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肯定饶不了你。其实我也没说什么呀。你们俩别争了。今天下午去医院看了高天的爸爸，什么情况都清楚了。啊？去看他？对啊，别忘了高天也是我们兴趣小组里的一员。对，你去跟叶秋子和毛月说一声，下午放了学我们就去。哎，叫不叫周小璐？我去跟他说吧。下午我也去。哎，今天太谢谢你们了。该这些东西还是你们拿回去吧。对了，你们回去以后给慕容老师说一下，就说我以后不去上学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去上学了。为什么？从我爸住院到现在已经花了很多钱了，照这样花下去不知道花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。高天，钱同学们可以帮你想办法。想办法？十万呢？你们怎么想办法？十万？高天，你爸爸为什么要打架呀？见义勇为。啊？就他？你爸爸还见义勇为？怎么啦？见义勇为怎么啦？我还为我爸爸感到骄傲呢。啊？见义勇为？木木老师，你也不相信吧？当时我就表示怀疑，这高天还差点给我翻脸。那见义勇为也要有人证啊。对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见义勇为总该有受害者吧，但为什么受害者不站出来替他说话？高天说的话也许是真的，他平常就爱撒谎，这次凭什么相信他？凭我的直觉。好，我和你打赌，谁输了请谁玩游戏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木木老师，您支持谁？
我才不跟你们玩这个游戏呢。马尔通，你相信高天说的话吗？高天的话有60%的可信度，可信度为什么只有60%啊？因为高天的信息来自于他的爸爸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怀疑高天的爸爸有可能说谎？有这种可能。我想帮帮高天，找出受害者，证明他是见义勇为吗？这件事的难度很大。高天他爸爸说，因为当时天太黑，所以他没有看清受害者的脸。不过我还是愿意试一试。太好了，万事通书嘛，一个顶俩。走。饭好了，等你俩吃饭呢。哦，妈妈，我帮你。不用不用，哎呦，看你俩那个脚，你以为怎么踩的？准备洗手吃饭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班那个高天上学了没有啊？还没呢，估计10天半个月也去不了。那他爸爸的病严重吗？不知道，不过已经过了危险期，钱也花了很多，他们把能借的地方全都借遍了，钱还是差了不少。这孩子够可怜的喽，妈妈，我准备帮他找出受害者，证明他爸爸是见义勇为。你要做这个事儿，除了你还有谁啊？还有一个大侦探，万事通。嗯，那有个大人还不错。万事通是我们班同学，他是一个大侦探。是小孩儿。妈妈，你可不能小看万事通啊。有句俗话就是说他的。还有俗话呢？什么俗话？万事通出马，一个顶俩呀！耶！快去快去，慢点慢点，马上下来吃饭啊！这就是高天说的案发地点，时间是昨天晚上凌晨2点钟。这是受害者，把你的书包也拿来。这是3个歹徒，不对啊，才一个，再去找2个东西来。歹徒来喽！现在的情况一目了然了，还差高天的爸爸，再去找快砖来。没有砖了，那你来吧。暂时的，就算是永远的，高铁也不答应。现在我们来复述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受害者不知原因来到了这条街道，突然3条黑影从暗处里窜出来，站住，不许动！哎，又歹徒，快跑！等等我！这就是当时4个人的位置。万事通，我觉得我们在做无用功。怎么是无用功？再大的侦探，就算福尔摩斯来了，他也要有这个步骤。我们不是破案，破案是警察叔叔的事儿。如果我们既找到了受害者，又把案子破了，那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我们还是先说说怎么才能找到受害者吧。这个问题比破案简单。简单？我觉得像大海捞针。找受害人有3个途径。第一，到警察局去报案。第二，到报社去登寻人启事。第三呢？第三，等受害人良心发现，自己找上门来。我看
我们还是到警察局报案去吧。报案？你们是当事人吗？不是。是目击证人？也不是。那你们和这个事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大了。如果这件案子破不了，我们的同学就没法上学了。小朋友，你把阿姨都说糊涂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当事人儿子的同学。哦，这么复杂的关系，我还第一次听说呢。行，你说说情况吧。阿姨，给我一支笔吧，还有纸，谢谢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这是受害者，这是三个歹徒。呵，还挺专业的，长大了当警察吧？我要当个大侦探。当中国的福尔摩斯吧。福尔摩斯已经落伍了，现在当侦探要懂得高科技。王总爷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符号密码马上就要破译出来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对太阳石的研究可以迈出一大步了。太好了，那来。情况我都记下来了，你们还有什么补充吗？我们班同学的爸爸是见义勇为。希望情况是这样的。哎，这个小朋友，你为什么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呢？我在想，你们最快能多长时间破案啊？这个不好说，快了的话出门就能把犯罪分子逮住，慢呢，有些案件积压了七八年也没有破。阿姨，怎么才能让我们班同学的爸爸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政府的帮助啊？那得拿出证据来，拿证据证明他见义勇为。什么证据？像受害者、凶手或者是目击证人，这都是证据。我明白了。看来这警察阿姨是指望不上了。高天他爸爸还在医院躺着呢，时间不等人，我们自己去找证据。找凶手太危险了，应该留给专业人士，我们就去找受害者还有目击证人吧。怎么找啊？去报社，登寻人启事。哎呀，真是没劲儿了，坐这儿歇会儿。哎，登寻人启事要钱，我们坐这儿不会也要咱们钱吧？只管坐，要钱也不给。哼，登个寻人启事要200块钱。这太黑了吧！要钱不说，还要什么证明？我们这么小，上哪儿去开证明？摆明了就是不相信我们。这做考试真不容易。哎，小朋友，这儿不能坐。凭什么？出去玩去。这是你们家地方。这是办公场所。你在台阶上办公啊？走走走走，扫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。别废话，走走走，这是办公的地方，办公场所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他们坐在那里不走。他们想坐就让他们坐嘛。哎，到了到了，我就在楼下。哎，马上就上去。好，你们在这等我一下。好的。我就是这个报社的主编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事儿的话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这是主编啊。妈妈，我问你借点钱。借钱干什么？啊，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。登什么寻人启事啊？我和万事通想找出受害者和目击证人，
证明高天的爸爸是见义勇为。他是不是见义勇为跟你们有关系吗？谁知道高天说的是真是假，你们就那么相信他？小航啊，这些事儿呢应该是大人去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习，这个钱呢如果是用在学习上，你要多少妈妈给你多少啊，如果是其他的事情，一分钱没有。没有就没有，我自己有办法。是不是又要找同学捐款呢？不是。除了捐款你还有什么办法？那你就不用管了。这个方法可靠吗？放心吧，大街上多着呢。你的草稿写好了？这里有两份，给你一份。你去找毛月和叶秋子他们，人越多越好，女生也可以。我去找许诚实。哎，今天下午放学以前一定要完成啊。同学们，今天下午的这两节课是作文课，老师希望每一位同学呢都能写出一篇应用文，题目可以自选，利用这两节课的时间完成它，下课的时候呢再交给老师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，那现在就开始写吧。先回去吧，这两天呢也把你妈妈忙坏了。老师，我妈妈没时间陪我爸爸，又去借钱去了。那还需要多少呢？不过要多少就行了。高天，老师这儿呢有一点钱，你先拿去给你爸爸用吧。我不能要你的钱啊。高天，要听老师的话，听见了吗？现在去给你爸爸。老师，你爸爸这样子啊也不是回事儿，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个什么办法呢？医生说了，如果能证明是见义勇为，政府和社会都会帮助我们的。但是那个被我爸爸救的人一直不肯露面。也许那个人不知道你爸爸这样子呢。那怎样才能让他知道？毛怎么写？字典上有，就有本字典。谢谢。时间到了，交作文。啊？没写完？还没写完呀？都两节课时间了，还写不完一篇作文？我看你手里的笔也没闲着，你们都干嘛呢？能干嘛呀？写应用文呗，手腕都酸死了。哎，老师，不能看。作文还保密呀？作文写了不就是给老师看的吗？寻人启事。哎，同学们，你们笑什么呀？寻人启事也是应用文的一种，老师再给你们念念啊。
寻人启事，大前天晚上。你看，你这儿就写的不对了，应该把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写清楚才行，对吗？你看这地址写的还是太不清楚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老师，他们写的一模一样，全是寻人启事。你们两个的主意？是我的主意，和王二中无关。呵，好汉做事好汉当啊，这事儿我也有份，不能光批评小航一个人。哎，平时你们不都是抢着受表扬的吗？今天第一次见你们挨批评了，你们两个倒挺讲义气的啊。这里一共有多少分呢？全班有33名同学，每名同学3分，一共99分。这么多同学来参加你们的活动，看来你们的组织能力还挺强嘛。老师，你批评我们吧。老师是要批评你们，你们最大的错误啊，就是目无老师，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老师汇报一下。我跟家长说，家长清一色的反对，我哪敢跟您说呀？你们也太不像话了。我们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木武老师。不对。你们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没有把老师当成朋友。如果要是早跟老师说一声，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帮你们呀？慕容老师，您是不是不批评我们了？通过这件事啊，老师可以看得出来，你们都是有爱心的孩子。我们班有这么多好的孩子，老师怎么会批评你们呢？麦世通，把作文本拿来。老师，不是只有99分吗？老师啊，再给你们加一份。太好了，慕容老师，谢谢你。哎，不过老师可有言在先，我可不跟你们一起去贴这些小广告，被校长知道了会批评老师的。我们明白了。这是最高了，再高我们就不上去了。就这样，贴吧。谁贴的？你贴的？我贴的，贴歪了。哎，还改嘴皮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上面不让贴东西？我没有乱贴东西，我就贴了一张。给我撕下来。我不撕。嘿，还敢犟嘴，走，找你老师去。我不去，这一张就是我们老师的。这种人太不应该了，人家为了救他伤成那样，他怎么就忍心不露面呢？这些年好人不能再做了。太不像话了。未来小学四一班的周小航，这号人呀，猪狗不如。看看，看看吧，救谁都不能救这号人。寻人启事了没有？启事是你贴的？啊，当然了，我们班同学都在帮助高天的爸爸献爱心呢。是吗？有线索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不过这个目击证人肯定能找到。是吗？就凭一帮小孩？我们班这次有2位大侠联手。大侠？还有大侠呢？对呀，这第一位大侠号称未来科技大师的周小航，
他不知道从哪弄点小发明，特别灵。这第二位大侠是聪明小侦探万事通，据说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子呢。阵容强大呀。还有呢？还有谁？就是我呀，人送外号小诸葛，就是在下。你就别在里面掺和了。我们老师都说了，这是帮助同学献爱心。有结果了吗？还没有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其他的办法？如果要是在报纸上刊登这则寻人启事，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？我们去了，他们不但要钱，还要我们证明。我们上哪儿去给他找证明去？那电视台呢？和报社一样。别灰心，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啊。小王啊，你看看这是孔主编的名片怎么在你包里啊？孔主编？我不认识啊。你怎么不认识啊？在你这个兜里掏出来的，我差一点给洗了。孔主编名片。哦，是他。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？我们来找你不是请您帮忙的。那你们找我不会是为了聊天吧？我们这次来找您啊，是想给您一个做好事的机会。哦，给我个机会？快说说，我洗耳恭听。我们班同学的爸爸是见义勇为。这还有一张。这张贴的真匀实。寻人启事呢？别找了，在我这儿。想知道什么问我，我都会背了。联系人呢？你给他撕烂了。联系人，未来小学4-1班周向航。谢谢。刊登寻人启事啊，得有证明，并且呢还得交一定的费用，这是我们报社的规定，我也不能违反这规定不是？您不是这个报社最大的官吗？那最大的官他也不能违反规矩呀。比方说你们班长能随便改变你们的规章制度吗？小航，我们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，走吧。哎，孔伯伯大爷，等等，坐。哎，小李，哎，你过来一下。对，孔伯伯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们既然好心给我一个做好事的机会，我也不能轻易放弃啊。咱们这个社会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多做一些好事，你们想一想，咱们这社会不是更加美好吗？徐总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回家。孔主编这人还不错，世界上还是愿意做好事的人多嘛。听高天说，他爸爸的事情见报以后，好多人都来医院看望他爸爸，还给他们捐钱。那他爸爸看病的钱就有了。他爸爸把钱都退回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他爸爸说，在受害人出来证明他是见义勇为之前，他一分钱也不要。有个性。如果受害人一直不出来呢？这也是个问题。哎呀，爸爸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爸爸今天不太舒服啊。啊？不舒服？那赶快去医院啊。不，爸爸不去医院。爸爸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没事，爸爸休息一会就好了。棒棒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知道你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需要啊。我知道你正在找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在大街上看到你的寻人启事了。还没有清理干净啊。我可以帮你找到你要找到的人。其实我原本准备找你帮忙的，但是我和万事通认为受害者应该自己站出来，无道万不得已，我们不想借助高科技的威力。现在万不得已了吗？差不多了。那就请看棒棒的伟大发明场景再现机。时间了，信息残留会这么长时间吗？放心吧，我棒棒的发明肯定没问题。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呀？哦，今天晚上。好，今天晚上我去找你。孔主编说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不要着急，事情马上就会水落石出。你有办法？不是我有办法，是高科技有办法。你又有什么新玩意儿，让我也开开眼界？不行，人家说要保密。不管怎么样，能有结果就行。放心吧，明天就给你答案。怎么是我们？很遗憾，再早的信息已经被破坏了。你不是说你的发明绝对没有问题吗？我在快乐星球实验的时候可以采集很长一段时间的信息。在地球为什么就不行？因为你们地球上人口密度太大，信息之间的重合叠加太多，这样就造成了早期信息的混乱和消失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我也无能为力。小航，你的高科技怎么样了？没用，高科技也有失灵的时候。已经一个星期了，不知道高天的爸爸还要坚持多久。小航，小航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又是他。我有重大的发现。发现什么了？你走了以后，我往后浏览了采集的信息，看到了一个人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怎么样，我的发明有用吧？太有用了。爸爸救的是不是你？你说什么呀你？那你脖子后面的伤从哪儿来的？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。哎呀，爸爸，你如果再不出面，高天的爸爸就死定了。你，
如果他爸爸不承认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爸爸，我求求你救救高天的爸爸吧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受害者？喂，哎，是我。什么？派出所？那三名犯罪分子已经缉拿归案了。那三名犯罪分子已经缉拿归案。缉拿归案了。根据他们的描述，我们确定你就是受害者。我们希望你来派出所和他们对证。哎呀，太长了，我没记住。真笨，你上过学没有？上过，小学四年级毕业。根据他们的描述，我决定去医院了。啊，爸爸，你想通了？想通了。你真是我的好爸爸。谢谢你，有时间多看点书。看书太费劲，还是看电视好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。Yeah.
绕着月亮船驶向远方。如果我能够捉到月亮，我会用蜡笔画出银河的骑士，我会用算术数清所有的星星，把最